哇，还闻到它蛋，天哪，我靠啊！哎，闻到它蛋，天哪，好棒啊！我就时不时感觉它要冲出来了。首先得接线，这什么样的线能连这个东西呢？就 USB 线啊，你没有 线？对，找一下 USB 线看有没有。 这上面有没有？有线了，有线了，有线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就差这个，对，底下差那头。哇哇哇！按键，我真的可以耶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安全安全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安全安全，哎，可以了。哇哇，好聪明啊！投影，投影啊！ 那，我们去哪看啊？没事，当然不是这儿。I hope they will be back soon. 全航不就是他吗？是他吗？是他，全航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是这位。好，我们现在找到一位关键人物。从现在开始。 这个最炫酷的全境擂台，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的名字叫啥？哎，又来了，再看一遍。就是他的名字吧，感觉应该。那名字用来干嘛呢？可能拍那个锁啊。又要密码，有密码，这是英文的，又要找密码了。可能拍那个锁啊。 Alexander Brosnomio， 我们要重现这个擂台，应该是，我感觉就是怎么样打开这个擂台。哦天啊，太可怕了！要输密码吧？就是他的名字。对对对对对，他的名字。确定吗 ？Alexander。你会拼吗？对呀。 Alex 吧 ，Alex， 没有用。啥？你们拼完了吗？我是国际俱乐部的主持人 Tony， 说不定 Tony 呢，对不对 ？Tony， 背一下。T O N Y。Alexander Bassel-Romeo. Alexander Bassel-Romeo. Alexander Bassel-Romeo. 但是我们怎么打开擂台的门？那个拳王 Alexander 的。哇！我真笑死了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，我的好兄弟。
这是啥声？他们屁股后面有那个插销。你们后面都绑住了是吗？好。是 Alexander 吗？我来。你记住 Alexander 怎么拼了吗？我记住了，记住。不对，要拼完，要拼完。那我 A L E L A N D E， 真的有这么长吗 ？B A R， 怎么可能这么长吗？对，大家看结果。过来冲过来，真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刚刚我们输的没有输他的全名，对，没有输后面的。